好的，是一个近点。出现在画面当中的是红色的暗夜精灵 MYM Moon。地图八点钟的位置。看得出 Moon 也很紧张啊。而这边是紫色的人类 W1 Sky 两农民啊休息谈。哎，这个出生点位来说，对于 Sky 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但是 Moon 没有关系， Moon 他是用一个中英雄的开局，他自己是先炼金，所以对于这个出生点位来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反而是 Moon 如果他需要练分矿的话，需要练上面这个分矿，练下面这个分矿的话，是很容易被大法师加水元素等等打退掉很多次的。我们看到这一局 Moon 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中立开局的话很缺木头，没有选择探路，而 Sky 是正好是探到了 Moon 的这个练习点，看很有可能，我觉得如果是 Sky 发现对手是一个中立英雄开局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一开始就去 TR 他。对，直接 rush， 就是像在前些天两位选手也是在这个地图上，也是在这个点位，然后 Sky 也是在前期发现了 Moon 的这个开局，我觉得很有可能、直接是一波冲过来。看一下家中会不会，哎，伐木场，好，很有可能就是一波冲过来了。对，看大法师的动向。直接奔过来了，放塔了。放塔以后就看 Sky 现在要拉多少农民过来 TR 了。现在 AC 的数量很少很少，而且古树是种在了基地的外面。对，还没有木，现在还没有木材，再放一个古树。马上是把大法师和水元素拉开。对，好，敲了民兵过来了。好，先打月景，这个顺序非常正确。兽王直接回城，很果断。大量的小精灵维修。对，月景千万不能爆，一爆的话没有办法生产更多的 AC。这边一个 AC， 哎呀，爆掉了！利用这个 AC 把两个水元素吸引到了一起。对，两个水元素的经验啊，直接拿到。现在就看步兵啊，看步兵的数量什么时候补上来。塔修，农民修。对。现在，哎呀，步兵是由于是一个抢先敲祭坛的这样的一个开局，这样的话，步兵来的速度是有点晚。哎，这个兽王防 TR， 而且只有一个塔，只有两个农民修的塔是做不起来了。对，起不来了已经。家中又有井水，兽王无限豪猪，看来现在很有可能要放弃这一波 TR 了。如果放弃的话，现在劣势就比较明显了。对，哎，又用过来了，但是只有两个的话，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而且确实这种双农民修祭坛的打法，就是初期 TR 的话，自己本身资源也不是特别足够。对，好，接下来很有可能双方又是进入到一个常规的开局的这种演练之中了。不过不同的就是 Sky 前期是损失了一定数量的农民，这样的话木头会很缺，而且顶盾还没升级好，步兵啊没有足够的数量。有没有大法师？哎，没有鞋子，直接掉。大法师买了双鞋，想过来继续骚扰。两个副将已经有顶盾了，可以顶盾。但是这边火力非常的猛啊。大量的 AC 加上豪猪，我觉得木稳首发兽王的话防 DR 是很好的，但是后期的效果就没有熊猫和 DR 那么强大了。那肯定了，他就是为了这个防 DR 然后选择的兽王。对，现在看 Sky 的后招了。不过兽王的好处就是能够轻松的练掉分矿，这样的话Moon方面的分矿应该是能够很早就能够打下的。A player'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而 Sky 方面，因为前期是一个 TR 失败的开局，这样的话只能是尽量的拖延对手的 MF 速度。对，而且家里面升基地了，因为他没有足够的 Footman 和民兵来开矿了。对。分矿 ，Moon 的分矿。Moon 这个分矿肯定要分的。因为兽王开局不是像其他这种像是熊猫和 DR 一样等级越高的话它后期特别有用，
它的效果就是没有那么好，所以经济优势在这里的话，能够确立经济优势的话是最好的。哎，一个 AC 好了，现在是想练这个533，但是对方有两个顶盾的副特奶，在双方不在的情况下很难打。哎呀，发现了，意识啊非常非常的好，大法师还差一点点，还差几点魔法？六点。双方都在。哎，这是谁砍到的？兽王的经验应该是。好，大法师现在已经是红血不过是成推，成功的逼退了覆盖的这个风矿。木稳的。好，木稳的风矿。哎。逼退再杀一个 AC， 一刀八点血。A 宝物啊，在 A 宝物。两级半的兽王，一级半的大法师。位置，这个放的有点远。对，很远，刚才血元素是没看到。Sky 家中二本马上升级完毕，放下了铁匠铺。他会不会使用传统的 Sky？Sky 是一波呢，也有可能因为他放下铁匠铺嘛，嗯，很有可能就会要出火枪，而且是一个近点，中间，看他是不是那家，不是应该去这个方向，好，好要招那家了，继续的压制，好，除了觉得富特曼顶盾，富特曼配合那家和大法师，就是有顶盾嘛，有顶盾这些 ，A P 就出嘛。好，大法师已经补了血，往这边赶过来。野兽王，兽王也要召唤自己的阿巴伊熊吗？对，熊猫，是不是熊猫？熊猫。好，现在应该利用自己英雄先出来的优势，是压在了莫恩的家中，看莫恩是能否挡住这一波。被压制而不损失比较多的部队。哎，熊猫升级的是九，对，然后是想点娜迦，娜迦身上有个鞋子。可是呢，顶盾富特曼对于 AC 来说真的是太克制了。嗯。好，娜迦又迂回到了 AC 的附近。娜迦有鞋啊，有鞋，那个兽王是追不上，和熊猫都追不上。看一下 Sky 家中有没有神秘胜利，好，已经放下了单神秘胜利，对，火枪一波四波，很有可能又是一波，对 AC， 而且死的比较惨了，对，这一波如果 AC 阵亡的比较惨的话，将来夹的那一波这个没有 AC 的强大火力输出很难点爆塔。家中还有水井吗？没水了，没水了，没有水了，家中，对，差不多喝干了，有月食，该用赶紧用啊，对，哇，这一波，这波压制真的是太狠了，我看到。对，顶盾富特曼配合自己双英雄，在野外放了两个支持古树，而且生命支柱建起来是没机会，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对去管他。民兵似乎是民兵，嘿，没有带塔吗？刚才大法师应该没有回家，没有没有没有塔。但是现在就是兵力自己的兵力优势是啊，因为你只有 AC 和两个英雄。我顶盾富特曼现在是你拿我没什么不了，而且熊猫升级的是九路。对。战争古树是终于是走了回来，协助防守。哎，就是想不敢去啊，被拍一下很疼。大家身上有个血。嗯，可以吃啊，可以吃啊。嗯，吃掉。现在又引对方的熊猫攻击。熊猫有保存，没时间，没时间。熊猫有个血，吃掉。熊猫也很危险，熊猫。哪家也很危险，都很危险。但熊猫是肉盾英雄，稍稍的好那么一点保存。好，火枪。这个时候 Sky 的大部队啊，对，已经是在一波 TR。对，在家里面已经放下塔了。这个时候问，没有水啊，虽然是小鹿，有小鹿了，现在很危险，很危险。那家再来一个小鹿，再来一斧，小鹿一下。兽王升到三级了。哎呀，现在二级的战鹰。二级的单音，这个太恐怖了。看塔，这个能不能起来？修塔，现在应该用维修。对，赶紧过来修塔了，维修。哎，这个塔，哎呀！现在 Sky 应该是点对手的
鹰啊，这个用水源击打火枪点鹰啊，这个鹰太杀伤力太大了。但是现在 Sky 部队上还是有很大优势的，非常优势。现在人口是42，墨这边是24。鹰被点掉了。好，这样鹰点掉的情况下，想打爆这个塔很困难。好，农民抢修，但是有个大叔在边上拍。对，一直在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木家中的水井已经耗完了。熊猫小小心，熊猫又放下了塔，三个火枪。这波压得很凶啊。对，有男巫有女巫啊，现在是持续的压制。现在木家中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给他升级三本，这样的话没有熊啊，只有小鹿，小鹿被火枪困太惨。你看这一个后招真的是非常的强大。三级二级的水人，没错，就缺一点点模仿。小精灵准备修战争古树。哎，我看到那个体，哎 BP 已经做好了，这边放了一个，但是 BP 的效果是大树也过来，生命之树也是过来防守。对，因为他没有机会开矿嘛，加入防守是不错的选择。哎，大法师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加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手动控制一下这些男巫，给大法师加血，分矿都回来防守了。哎呀，看这个阵型啊，这个阵型效果特别好。嗯，想点熊猫，但是有保存。哎，熊猫很危险，大法师也很危险。哎呀，点小鹿，要回城了，回城，杀死两个小鹿。没错。现在双方的人口 ，Sky 方面有43人口，而木方面只有24人口啊。做了些许的补给，赶紧又冲过来了。对，第一时间冲过来。如果等到对方的这个小鹿多起来，然后挤的召唤生物就没用了。嗯，对。现在使用了一个月食墨，而且墨现在兽王是没有魔的，就是马上要回去给自己加一些魔。而且家中是没有水井了，现在就是，水井水已经干了，没有水。去中猫也是没有血，没有魔。好，又是放了迷你塔。变一个箭塔。哎呀，这个 BP 啊，对，位置现在是虽然调整成一个攻击范围很广的位置，但是很有可能会被直接强拆。哎，莫恩他刚才没有回城，这一波他没有想到 Sky 会这么快来进攻，然后让自己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步。莫恩现在是想打断 Sky 的经济来源。嗯，熊猫啊，注意一下，保存过去还很难啊。小心被杀掉。我觉得现在 Sky 应该是在木的家中放塔，然后自己的主力部队回防，因为这个对伤经济的话，肯定是这些农民被杀完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回城了，回城了，救了。看回城位置，哎，非常好。哎呀，还是没有堵住，16点血。单船想买单船，似乎两个小鹿还驱散。赚到了一个经验。哎呀，我觉得这一把木恩又要开始玩游击了。这个游击的话，对于 Sky 来说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嗯，木恩的这个小鹿游击是非常厉害的。我们还记得他对战 Sweet 的时候，对，当时几乎都认为他是输掉了，但是最后翻盘获得了胜利。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Sky 又是趁势压到了木恩家中。对。而木恩的兽王继续的去 Sky， 又想这个。双面进行一个双线骚扰。这个 Sky 的主矿的两个防御塔也是还没有来得及建好。二级的鹰，哎呀，这个农民第一时间聚在防御塔边上，准备随时进行修理，都不踩钱了。对，但是木很聪明，你维修的话，我就先把这些你的农民，而且是打一个位置不好的塔。对，哦 Sky 又被牵制了，单船。大法师没有魔法，放不出水源。这个箭塔非常的关 键，非常非常关键。能起来的话，就能够一定程度上面防止对手再一波大法师。火枪，克小鹿克得很惨。继续的点小鹿，又是一个保存。哎，但是兽王单船，来不来得及，很危险呀。那家恨啊！刚才为什么没有闪电叉？差一点点啊！刚才是没有升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来得及升级这个技能。
而现在 Sky 家里面已经有塔了，就不是那么怕小鹿了。哎，这个树，我要绕世界环游一周了。现在是仅仅完成了半周而已，就是一波压制。我看到继续的换，而木也是继续的骚扰，但是有箭塔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有箭塔，这些小鹿就是形同虚设，肯定是没有办法近身攻击农民的。自然祝福。这边，大法师又跑到商店，想要购买鞋子吗？等钱。翻译。哎，他是把东西卖的。买鞋子吗？还是买什么回城还是什么？啊，看来是要等回城了。但是他家里面的钱在修，所以是一个负的。哎，现在在保护这个塔完成。对。而且自己的箭塔在手中点小鹿，点掉一只小鹿了。又是一把火，大量红血的农民啊！好，现在两根箭塔，两根箭塔已经完成了。三根箭塔，这样的话，木恩的骚扰计划肯定是要告一段落。熊猫，熊猫，熊猫，木恩没有注意自己熊猫的血量，交换一个保存。哎，小心，小心，哎，三点血，三点血。哎，但是这边的基地已经是被打爆了。好 ，Sky 现在大优啊，徐妹。没错。这个基地已经是准备走到这边来了。桃木现在是主矿被打爆，但是他的分矿还是有机会造好的。而我们看到木在这又放了一个分基地，木要打游击了。对，乱矿加游击。木正面的部队被火枪克得太惨，只能是选择打游击。家中开始补农民啊。但是游击的话，虽然家里面有三个塔，是游很难游击不成功的。对，因为没有熊了这个。而小鹿想打就打，想跑就跑，吸引火力。木现在开始练自己这个分矿。我觉得 Sky 能否侦查到木的这个分矿，将是本场比赛最为关键的一点。民兵在这儿侦查，我觉得 Sky 也会很诧异。明明是看到木是有一个生命之树，但是现在居然是消失了，不知道哪去了。Sky 现在很缺木头，只能是补大量的农民。现在熊猫到达了三级，兽王是四级啊，这个等级很高。有二级的火焰吐息，杀农民还是比较快的。好，又是一波将要来到的骚扰。木人现在依靠，照了一下，照了一下，发现了。但是木人的骚扰应该是先到。三个箭塔防守没什么问题，看看，主要是熊猫现在是三级了，对，这个三级的火焰火息，而且是两级的鹰，两级的豪猪啊，这些塔如果不修的话，瞬间也会被点爆的。哎，不应该用鹰来扛，应该用豪猪来扛，然后又是一只小鹿。对，木的操作刚才是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嗯，而 Sky 也不断的手动控制自己的箭塔在点。好，应该要先点鹰，然后再点小鹿，最后再点豪猪和英雄。 Sky 打出了一个吸血光环，但是这个东西对于实在没用，对火枪来说没有任何效果。分矿已经发现了，对，这边其实打掉了，这边又好了。不过整体来说现在木恩还是没有经济来源啊，他是，嗯，没错。这个时候农民是贫血的农民，应该是去采木头，满血的农民采金，然后负责维修。好，又是一篝火。我觉得 Sky 应该是要在家中不停的补农民，然后因为他前线不太需要补充自己的兵力了，现在正面兵是过已经突破了。哎，那家三级了，那家三级，四级四三的组合，这边也是四三的组合。好，兽王带领着自己的第二个分基地又要开矿，但是现在木恩就是这个分基地被打掉的话，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因为他现在已经没钱了。似乎又想放一个生命之树在这边，但是他现在没钱呢，就是说可能是他放下之后算的现在的钱。对，应该是又要开矿。好，木恩现在只能是采取游击的战术，正面兵已经没有办法和覆盖进行正面的。火枪发现了，火枪探路。这个
个有点奢侈，不过带来的信息还是非常宝贵的。没错。刚才是卖掉了吸血的光环。哎，又一个火枪又发现了，刚才右上的开矿。对，但是火枪太少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后期会被这几只小鹿有点郁闷了。但是火枪少了以后，小鹿的操作会对整支的这个英雄和水人以及法师部队造成这种很伤的这种操作。一个落单的牧师，好，看到这个法师部队被小鹿是克得很惨。哎，要打了吗？莫文要打了，四个小鹿数量非常少。雪人五级非常非常关键。三级的豪猪啊，这个三级的战鹰，刚才是二级的鹰，如果生的话也是学一个二级的猪吧，看他会什么样选择吧。还三级的猪、啊、三级的猪。好，现在双方的争夺的要点就是 Moon 的分矿点与 Sky 能否发现 Moon 的分矿点。好，现在整个地图 Moon 将只有一个主矿点位了，分矿点位了，看他能否，看 Sky 能否发现。兽王升级真快，直接到达五级了。熊猫三级，而这边 Moon 就是铁定心跟你打游戏了，就是不断的截杀你的这种部队，然后让自己的兽王等级越来越高。不过确实，如果想让自己，哎呀，现在要打了。正面是正面和两头三级的大豪猪啊，点女巫点的非常非常快。对，女巫，哎呀，手动点女巫。虽然点火枪和点英雄不快，但是点这个法师部队真的太快太快。是熊猫，熊猫。保存。保存。一个极限的操作。现在是操作的在点娜迦。娜迦自己身上有一只群捕，有一只群捕。两只三级的猪一直在点那家兽王，女巫手动缓慢，这个时候兽王，哎，兽王会有一点点危险，对，兽王可以单传走了，被减速，被女巫的减速加上冰剑的减速。好， Sky 想要分矿了，我觉得现在 Sky 最好是守住自己将要分矿的点，等到塔起来以后然后再离开。对，这个点最关键。现在部队已经是没有了牧师，回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而且现在娜迦身上的血也已经不多了。好，Moon继续开自己的第三片分矿。其实刚才娜迦应该路过底下门口的时候，回家去买一个缓慢回复的药剂，这样的话或者再买一个血瓶。兽王直奔这个点，因为刚才小鹿是已经发现了 Sky 这个分矿的意图。算一下时间过来的时候，正好塔差不多能起来，对，还差一点点。而且兽王是没有魔法，没有召唤生物的帮助吧？能招一个鹰。对，这些塔起来应该是没有问题。还差一点点。三级的豪猪，哎呀，这个三级的猪点塔太快了。哎，我们看到这，太快了。取消了一个，但是看能不能起来一个，这个、还是有点危险啊。哎，但是另外两个是可以起来了，只能起来这一个。吸魔塔不打了，先点吸魔塔。对，好，吸魔塔被点爆，但是箭塔好了以后，这个兽王估计是只能杀掉一两个农民然后退却。熊猫，如果是刚才有熊猫和兽王的话，这些塔应该都是很难起来的。对，熊猫买单传过来了。好，分矿还没立起来，现在。熊猫已经到达四级，五级的兽王，四级的熊猫。那家也买个单船，应该是。对。但是这个单船的 CD 时间还要等很长时间。现在莫文建筑啊，剩下十的人口了。对。现有人口是21 ，Sky 这边人口上限48，现有人口41。好，大部队过来了。好，大部队过来回救。这个应该拆不掉了。分矿。如果说刚才娜迦买一个，没有农民维修了。对。对，分矿。没有农民维修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慢慢的耗没。熊猫。保存，但是兽王。单船。还如果刚才是 Sky 买一个娜迦，然后买一个隐身药水，偷偷走过来，先放一个闪电，然后再。对，有可能，也有可能。一天的话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刚才兽王的血本身就不多。
而且木恩家中的月景已经是全部的被拆掉了。那家买了一个单船，现在哎，木恩的这一个矿是开起来了。看一下 Sky 家里面的钱还有多少，干了，已经干了。干了，不过他的分矿刚刚也是马上就要运行，这样的话还不错。只要在自己的分矿补一定数量的塔，我觉得现在 Sky 就应该先守，然后等塔起来以后再出门，或者是就看双英雄出门。哎，守王的生命值是比较少的，350点生命值，双方应该是互相看见了。大家。三级的那家，如果是鞋子，如果是四级的那家，两级的减速的话，这个兽王就会很危险。缓慢，哎，女巫，小心，缓慢，驱散掉。但是那家，那家有些 A。哎呀，那家回头了，点了蜘蛛。不过那家现在是升到四级了，然后再中这个那家的兵线的话，就很危险了。嗯。而且现在就是木恩缺乏补给的手段，对，他必须补一些月景。应该赶快修塔。他这个基地的血量也不特别多，我觉得应该修一下，起码要修到半血以上。守王的生命值还是个问题，不过还好有保存。现在木恩拿盖子去分矿也是毫无办法。好，但娜迦是带了单船出去侦查一下木恩的分矿，过来喝水。隐身的熊猫，不过没有用啊，现在 Sky 的主力部队是停在了这个地方。哎，道旅边，不过分矿的塔是马上建造完毕。那家和兽王遭遇了，那家和兽王遭遇了，前面豪猪塔，哎呀，那家有鞋子，很危险，这个兽王被领到一下就是很难跑掉。想在家里面喝水，但是哎，熊猫单船回来，保存可以保存，二打一，保存过去，好，一口火。好，那家单船了，大家及时单船。不过自己是有难物啊，这个回复的速度非常的快。好， Sky 又在一个分矿点放下了自己的一个箭塔。现在木是有钱也没有地方用啊，没有二本的科技，他做了一个商店之后就是买血 买东西保护自己的英雄，靠自己的双英雄来和对方进行对抗。Sky 就是说稳守自己的矿，然后争取了这个矿守好之后再开一片矿打后期了，现在应该是这样觉得的。双方互相练级了，对，双方都进入了一个练级的时间。熊猫想冲五这边，高达，哎 ，Sky 又发现了，好 ，Sky 又发现了木恩的这边分矿。其实小猪在卡巴上玩，走来走去。四级的娜迦，小精灵发现了。不过 Sky 做那个塔的用意就是防止你开矿。对，我们看到高手的较量，这个攻塔的意识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哎，打到了一个沉默权杖，可以限制一下熊猫。大法师升到五级，三级的大水人啊。现在就是木恩这边没有足够的水井，所以说部队一直是红血半血状态。三个豪猪，两个豪猪了这个。Sky 分矿的塔数量还是很多的，哎，又是一个生命之数。但是这个塔的数量有点多啊。战争古树不是生命之树了，这个。我说下面那个是哇，在这儿又放了一个生命之树，似乎想去这个大点。现在三下有两个，木恩是完全不会与 Sky 打近身肉搏的一正面冲突了，只能是侧面的这种慢慢的骚扰 Sky 的经济，或者是尽量的赚到一些便宜。对，在电脑前和电视机前的朋友啊，该吃晚饭吃晚饭，该喝水的喝水，该去洗手间的洗手间。反正我知道 Peter 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滴水未进啊，应该是滴食未进。嗯，好，现在。哎，这边是偷经验啊，就是慢慢赚经验，希望兽王能到六级。对，熊猫到五，兽王到六。哎呀，驱散不掉啊，需要驱四下。哎呀，这个豪猪真的太猛了，我们看到。对，三级的猪，直接加了个嗜血。好，这边这片矿，
肯定是要被打掉了。不过他已经开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熊猫大圣过来三个塔，斯盖想要开主矿位的这个计划要破产。这边也是战争古树发现了。不过他下面那个塔能看到吗？娜迦现在离五级还有多远吗？不远了。五级的大法师，四级快到五级的娜迦。哎呀，又被发现了。能不能起来？这个能不能起来？很悬啊！对的，只有一个农民维修，取消了。起来的话，这个火力也可以强点掉。取消吧，这个。哎呀，没必要，一个箭塔很容易被点掉了。双方就是对拆。很多的小精灵啊，这个。如果这些小精灵被 Sky 发现的话，将会是。我第一时间撤退了，因为他知道两个插撞闪电就没了。对。不过 Sky 正面的兵力是很猛啊。正面现在暂时木还没有办法和 Sky 进行对抗，不过等到自己的五级熊猫和六级的兽王成型以后，双英雄这个高等级的话，将会是木这个一些低级兵种的噩梦。真是乱矿啊。双方拼的就是双线，拼的就是意识啊！现在，我感觉莫似乎这一局造的生命之树和小鹿差不多多，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肯定没有，是小鹿肯定没有生命之树多，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觉得应该 Sky 现在升级一个女巫的隐身技能。然后把自己的农民先隐身在那，等你就是探过一次路之后，我再去开矿。哎，这个生命之树被发现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兄弟在外面，你没有发现的。好，接下来肯定就是Sky要强开这个矿了。果然，Sky现在钱很多啊。现在Sky缺的就是第二片分矿。他其实完全可以守一下，等自己塔做好然后再离开。但是Sky打到现在有点激进，就是一定要找机会先拆掉你的这个经济来源。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用的，因为他现在英雄等级已经很高了，兵力成型了，只要等到自己分矿的塔立起来以后就可以走开。而且双方现在是进入一个互相开矿的阶段，对，你开我也开。但是问题是 Sky 把这个矿开好以后， Moon 就没有任何办法了，而 Moon 开的矿的话， Sky 完全可以强推，需要足够的塔，但是一定要需要足够的塔。 对，而且塔要分散一点，不能建造一些，而且最好有一到两个吸魔塔，对，吸熊猫还有兽王的召唤物。现在全是建塔，熊猫来了，找个位置，小心。哎，单船应该是娜迦吗？大法师娜迦在这儿，娜迦应该买个单船，双单船。后期的英雄身上如果有单船的话，可以让自己的这种调配英雄的效率高很多。木现在是满世界放这种违章建筑，不知道他能否利用自己这一段时间攒的钱，就是给自己英雄提高一定的等级，然后是购买一定的宝物去对抗 Sky 的疯狂。没关系，有弹船。弹船 CD 时间没到。哎，大法师放水元素了，被净化。哎，弹船过来。哪家？哎呀，再来一下驱散。现在兽王的等级啊，看一下兽王等级。快到六了。哎呦，如果到六的话，这些箭塔一切都是浮云。对，浮云。箭塔是两房，没有升三级科技，只能造两房。哎，小鹿，哎、万恶的小鹿要被点掉了。可以点一个小鹿。哎呀，这个点小鹿的话，这边会损失一些部队，让兽王到六级啊。特别是这个牧师和女巫，如果是，哎呀，很危险。兽王，我看兽王经验很快了，应该是，还差一点点，还差45点经验值啊。哎，这边 Sky 的部队出来了，过去了，在箭塔的九火连击，保护下多好啊！对，死一个牧师最少，烧死了农民挡位。哎，卡位。这个农民伯伯真是很伟大，对，太强悍了。我们看到这个 Sky 这个操作真的是太强悍了，没错。
然后的话又一次成功的阻止了木文的英雄到达六级。好 ，Sky 这个塔，这一塔起来以后，右边的横框又将能够运行。现在木文的人口只有20，个英雄是10，然后几个小精灵，十个小精灵应该是。他的小鹿应该是刚才已经被杀死了，对，零了已经是。好，又端掉了木文的一个分矿，而且这一次是又在地方立了很多的塔，对，在开矿的地方立了很多的塔。现在木文很有钱，木文现在有1000块钱。而 Sky 方面两矿运作 ，Sky 方面应该也有很有钱。对 ，Sky 方面有700块钱，但是它是双矿运作。好，这是木文的。又是一个分矿，这个最后一片分矿应该是，但是他在另外地方又放了一个生命之树。对，这儿。A player'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 拉出小精灵来自爆。现在我们算一下，是 Sky 有两矿在运作，第三矿在开。对，现在Moon只有这一矿在被打，一矿在被打，一矿在被爆，在建造。过来一个九火连击，从后边偷袭一下。熊猫没有足够的魔法，想用小猪来点一些难物，然后获得一些经验。没小鹿啊，这水元素，拿着水元素就没办法了。没错，好，动作缓慢，还差5点经验值到6。小猪，哎，那个牧师啊，哎，牧师很危险。中了冰箭，缓慢加冰箭，哎，牧师射出了一箭，哎呀，看射王。兽王肯定是升级了，六级的兽王。兽王，但是单兽王想拆两个分矿的话，这个很困难，最多就是把一个分矿的箭塔给打爆。对。四级快要到5级的熊猫。但是如果有一天，熊猫到六级，有一天，对。熊猫六级的话。那就看 Sky 的兵种了。 Sky 现在很有钱啊，不过这个兽王身上是没有什么保命物品的，除了一个单枪之外，如果他敢在这里放的话，就是说 Sky 回城救，放大招了，单船回来。兽王的 CD， 兽王很危险，兽王的 CD 没到，兽王不走的话就要被死掉了。满魔法，娜迦还有很多的魔法，哎，马上要变了，化妆闪电，哎，一个好，木拿出狙击，好的，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最后是 Sky 证明了，我开矿也不比你弱。好，接下来现在 Sky 的命令的比分已经是2-1领先了。这样的话，接下来将会是 Sky 的一个赛点，他如果将在下一局的比赛地图 EI 中间击败 Moon 的话，将会夺得我们这一次 PGL 2007魔兽争霸第一赛季的总冠军。好的，上一局中间 Sky 前期是一个职业的 TR， 但是没有成功，到了后期中期是转了一波火枪加男女巫，这样的话非常克制木恩的这种小鹿的部队，这样的话又一波 TR 是成功的，是端掉了木恩的老家。关键是 Sky 后期找到了这种对抗游击最好的方法，就是守住一片矿，然后守住所有矿的塔，然后之后再走，慢慢建立自己的经济优势。而这一局将很有可能是 Sky 成为自己冠军之路的一局啊。对，在2006年的时候 ，Sky 是获得了新马自达6魔兽争王争霸赛 PGL 的冠军，这一次他是否能卫冕呢？我们发现是两位选手也已经是准备就绪，马上进行我们的第4局。